滚住嘴，迈开腿，太阳出来开始怼，马甲线小蛮腰，上凸下翘中间凹，持久战不能断，一听反弹贼一看，不运动还真会死，一起来跳都害臊。本节目是由不运动会死的香蕉打卡 APP 冠名播出，感谢安德玛、香蕉人健身工厂、vivo 手机的大力支持哟。Yeah, 大家好，我是香蕉打卡的哈。操！我们香蕉打卡马上要迎来最后一期了，告诉我说这期我们必须要在沈阳，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回到家乡还是很开心的。香蕉打卡，不运动会死。我回来了 ，Come on！ 石老师，我们现在要去哪儿啊？去你最想去的地方。你先休息一会儿吧。那我先睡会儿啊。开门开门开门，醒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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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你是新选的体育委员，你干嘛呢？醒醒，体育课快点。欢迎欢迎，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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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提体委，你提委，你是体委。同学们好，体委好，耶、yeah ！啊，我是体委，说体委好。同学们好，体委好。啊，不错啊，看到大家今天的这个精神面貌还是不错啊。今天我决定带大家上一堂生动的体育课。行行，大家加油，大家准备好了吗？来，所有人休息，立正，向左转，向左转，向后转。哎，还是看到有些人啊，作风比较懒散啊，但是没关系，相信今天这堂体育课过后，会让你重新找到自己。让你成为一名真正的男人，有没有信心？啊，有没有信心？好，来，接下来我会在整个的队伍中选出两名优秀的队长来，各自带一队，好不好？有没有人谁踊跃的想跟我们那个当队长呢？就咱俩吧。你俩不是托吧？不是啊，不是就行。Yeah. 啊，首先呢，那个一队一队选人啊，那个你出来啊，多远了？来，宇宙红仔队集合！
好，大家看到了啊，不知道他是怎么吸引出来，有这，来那个这队的人啊，哎，女孩上前面，女孩上前，女孩前面。哎呀，不好意思。可以可以可以。你的队伍叫什么？我叫宇宙红彩队。好。可以，不错啊。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另外的一支队伍，来，有请。来，银河龙族队队阵型，站好啊！好，现在看到了，今天大家看到了两支队伍，这两支队伍要用一种特别的方式展现出来我们运动的魅力。我们也随机采访一下，让队长采访一下你的队员是为什么就跟你一队的，好不好？随机采访一下，来来来，超超，来来超。我为什么都认识你啊？你叫什么名字？宋超。你叫宋超对吧？这大哥长得这么魁梧，我就学我大哥了，是不是？啊，是不是？魁梧魁梧魁梧。好，回队，给自己个掌声。女同学选一个。来，宋超，那个。来，你们这队都叫宋超。是的，是的，是的。啊，厉害厉害厉害！全沈阳的宋超都在你们队了。是的，是的，给自己个掌声。看得出来非常有运动的精神，平时都运动吗？谢谢谢谢谢谢，来，我们看一下这边啊，来来介绍一下，叫什么？我叫杨浩南。杨浩南，杨浩南。哎呀，那陈浩南是谁？浩南是我大哥。啊，厉害厉害！你大哥是谁？我大哥是杜海涛。哎，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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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哎，好，南有陈浩南，北有杜海涛。谢谢谢谢。然后接下来呢，因为我是体委嘛，对吧？现在有一个重要的问题。都穿校服，现在是几几年啊？2004啊，现在是几年啊？2004年，这不是回到了我的高中时代，真是让人期待。好，那我们马上进入第一个游戏，第一个游戏叫做冲刺一条龙。来，各位，我们准备一下。我叫慕容龙二，是一名学生，成绩中上，每天除了上课认真学习之外，也就是爱打卡搞运动。原以为我会这样平静的生活，直到那个女孩的出现。她叫思义，是我们班新来的转校生，据说是被保送的重点高材生。同学，你有笔吗？笔有。同学，笔。谢谢。我开始变得勤学好问，和他在一起的时光总是快乐而充实的。告诉你，离爹远一点。他是我的，我还要问他问题吗？你谁啊？连我你都不认识？告诉你，我叫端木红。我不仅学习成绩比你优秀，而且还是网络红人，全校没有一个女生不认识我。楚平，这肤浅。还想咋的？男人就要勇往直前，就要像一条龙一样。冲刺一条龙游戏规则，
两组队员同时出发，在绳劈开和跳后拿到体桶，直线冲刺，将体桶放置在终点的16宫格中。返回跟队长击掌，与下一名队员交接，率先在16宫格内连成一条龙的队伍获胜。喂喂喂喂啊！喂，有啊有啊。好，马上就要进行我们第一项比赛了，两队的队员都非常的有气势。好，两队队员一定要记得我们比赛的宗旨，就是比赛第一，友谊第二啊。好的，注意安全。听哨声啊，我说开始，使出来之后，使出来之后 ，Go to go win。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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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赛。开始，走！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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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第一棒啊，第一棒两位好，加油！加油！走！去那黄的旁边啊，黄的旁边把堵上，把堵上。把堵上，堵上。好吧，好，穿一个，穿一个，快快快快快快，把那鞋子堵上。这边，走走，出发出发出发，走。竖着，竖着。先挪这边的，快快快，先把这边的挪住。对，我靠，他们加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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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走，完了，快来快来，赢了，注意安全，稳一稳，注意安全，走。好，可以可以可以，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告诉你，我能给你所给不了的东西，我能给他买阿尼玛的文具袋， LVV 的书包， LSY 的全套橡皮擦，我还能带着坐 BMW 的公交车，我还能带着去 TF 演唱会，你行吗？你行吗？行吗？你行吗？行吗？像你这个年纪，还不懂什么是感情。这里是香蕉人健身工厂的年卡和芒果 TV 的10年年费会员，离开他吧。呸！开始假装不良少年，我吃零食，我打小报告。我迟到被罚站，我抄别人的作业，就为了让他像丢沙包一样丢掉我。而我丢沙包的游戏规则：一组作为攻击方，派出2名队员在攻击区域内进行投射；另一组全员作为防守方，在警戒线里躲避攻击。两组各充当攻击、防守一局，每局限时2分钟，防守方队员存活数多者即为获胜。经过简单粗暴的抽签，宇宙红仔队获得了沙包和3张道具牌。银河龙族队获得了排球和1张道具牌。来，各就位，比赛开始。用牌，用牌。
野兽形态，野兽形态。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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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刚刚并没有人出局。哇！好，我要使用麦克塔。人肉锁链。耶！不许过来，连起来，连起来，犯规，犯规。还有十五秒的时间啊，来啊，我要使用道具卡。你太烦了。啊，冰冻卡住。比赛结束还有十五秒钟，但其中的十秒钟你们都不能动了。把他们全干掉，不着急，就是你丢过去。冲着他丢，轻点丢也可以，就打他腿也行。来。比赛继续，准一点，不着急，不着急，准一点，砸砸腿，哎，好嘞，那边那边那边，五四三，最后一击，最后一击，一。使用道具卡，好，非常厉害啊！我们黄队在最后的时刻不敌红队的最后一刻全力暴击，把我们黄队的队长也给打爆了。最后剩余黄队的是两人，恭喜红队！好，接下来。两队在第一轮的时候把所有的道具卡全部用光，第二轮就是裸拼。还有啊，好，还有第二轮。我的天，第二轮啊，还有啊。来，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红队入池。好，第二轮真正的实力对抗，由我们的黄队进攻，红队防守。什么球的优势就可以弹。哇，一个大力的冲击波。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感觉到了，现在时间正在一分一秒滴答滴滴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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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还有二十秒的时间，各位，稳住，稳住啊，稳住，二十秒。五、四、三、二、一。好，我们第二轮的比赛已经结束了。刚刚我们红队和黄队都表现出来了我们运动的竞技精神，但是在这里恭喜我们的红队获得胜利。是吧，我们的红队败不骄败不馁，马上迎来第三轮。知不知道你很幼稚？你以为这样做就能改变什么吗？你干嘛一定要否定我的决定呢？活该，就是你幼稚。对了，我就是幼稚才会遇到你。那就别来找我啊。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笨蛋。对啊，我就是笨蛋。大笨蛋。大
傻笨蛋才会一直找你。你什么都不懂。我就是什么都不懂。好的，哥们，别忘了我们还是一个团队，向上打卡，这帮特工队，最后的团队赛，千万千万。好了吗？早就开机了，快点的。现在的比分啊，1-1，很多的节目都是这么演的啊，到这个时候一定是1-1，但是每一轮我们在比拼的时候。都展现出来了我们运动的实力，接下来马上进入到我们香蕉打卡这一季最后的一个游戏项目。我的天啊，在这之前我们先来一个热身的小游戏，有请 Draco 老师。哇，好，大家好，我是Draco 老师，然后下面我们这游戏是抢香蕉，然后两个队同时派出一个人，左右两边，然后由我们的海涛作为主裁判，头、肩、膝、脚四个点，他每说的一个点的时候，我们去同时去触摸自己的方那个身体的部位，当听到哨声的时候，是这个哨声，快速把香蕉拿到一方为获胜方，听到了没有？哎，好，你的运动教练是有升级的吗？你的运动教练是有升级的吗？看到了吗，男同学们，男同学们，看到了吗？刚刚女生喊多大声啊！好，我们把游戏难度增加，俩人背对背，停抬头啊，停抬头，然后说头，双手摸头，好，肩膀的时候手放肩膀，好，膝就膝盖，半蹲位，对，臀部往后坐，不要弯腰，往后坐，向后坐，往摸膝，说脚的时候蹲个厕所没有？好，脚尖，反蹲，对，完全。坐下，好，然后再来头，起立。好，我们开始跟着节奏啊，起立 stand。好，准备头、肩、膝、脚，再来头、肩、膝、脚，头、肩、膝、脚，头、肩、脚，抢。明白了没有？说抢的时候立马转身去拿，好不好？三、二、一。可以动，我就说了，好。我脚脱掉脱掉，我脚脱掉，上衣脱掉脱掉，上衣脱掉。哎，等会儿等会儿呢。脱裤子什么？头肩膝，怎么回事？啊？怎么了？你别笑，人家你也脱半天没脱下来。来来来来啊！准备，先慢慢的啊。头肩膝脚。你肯定输。送分题，送分题，送分题。好，所以我们获胜的队伍就是我们的黄队。在比赛马上要迎来我们的最后一轮比赛了，那我们小游戏的。获胜，我刚才没有说获胜奖励是什么，对不对？对。想不想知道获胜奖励？想。好，我们的获胜奖励就是，恭喜你们，这个香蕉。谢谢。最后的组合接力，两队各派出5名队员，从起点同时出发，通过平板撑跨越跳、拱桥爬行、深蹲传球三部分循环接力。最先带球返回起点的队伍获胜。好，马上迎来我们第三轮的决胜局的比拼。三、二、一，开始。拱起来，拱起来，拱起来！可以，可以，可以。
的天！好，刚刚所进行的游戏是一个体能的综合游戏，它包括了核心训练、平板撑。好，第二个爆发式训练，弹跳。好，第三个是我们的一个伸展训练，有拱桥，还有上下的一个拉伸训练。第一个动作核心训练，平板支撑，收紧核心，夹紧臀部，上背挺直，头部处于中立位，双腿支撑，保持均匀呼吸。对了，第二个爆发式训练，我们通过跳跃障碍物来实现。好，准备好了吗？第三个内容，伸展训练，向上缓慢展开身体，然后保持均匀的呼吸，好，向下吐气，然后继续再来一个吸气，向上伸展，好，呼气下放，然后继续再来一个，两队的队长再次掌声鼓励。好，今天很特别啊，因为我跟红仔都是我们沈阳市拔萃私立中学的学生，也特别开心可以回到母校了。为什么今天我们会回到母校呢？因为其实我们在18岁的时候就很想运动，很想有一个好的身体，但是那个时候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学习吧。主要是因为学习，我的天，然后没有一个很好的方式告诉我们说我们集体应该怎么在一起运动，我们一对一该怎么去运动，我自己应该怎么去运动。我那个时候记得特别清楚，我每天睡前都会围着这个操场去跑三圈，两圈，三圈，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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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圈，而且还会在睡觉之前做俯卧撑。啊，坐。这个是仰卧起坐还是俯卧撑？仰卧起坐。仰卧起坐。对，这个其实我在上学的时候就会养成一个很好的运动习惯。其实也希望通过这一期的节目，跟着我的学弟学妹们，告诉更多的同学们，你们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期，在你们成长的时期，好好的运动，好好的锻炼身体，那么未来将会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好，我们香蕉打卡第二季最后一期到这里就结束了。那在这里呢，也让我们用小乙 VR 全景相机来给我们合张影。来，来，看好了，360度都照顾得到啊！来，3、2、1，香蕉打卡，不用后悔死。香蕉打卡，不用后悔死。耶、yeah! 第二天为了早饭，第三天下午靠谱训练，第四天上肢训练，好，第五天啊，第七天训练，第八天，第九天了，第十天，第十一天来了，第十二天了，我们跑山，第十三天训练啊。
今天打卡结束。一个，第十三天训练，化妆就睡着了。笑啊！涛哥，儿子加油！回来妈给你包饺子。哎，好了，各位，香蕉打卡第二季结束了，希望香蕉打卡可以做成。一个每每大家提到的时候，不只是说那是海涛做的一个运动的节目，我其实想把它变成一个每每大家提到香蕉打卡的时候就是一个全民互动的口号。我喜欢大家过来跟我说海涛你瘦了，但是不止这么简单，你也会跟我说是因为你我才变瘦的。香蕉打卡，不运动会死。哟，在这里我感谢为香蕉打卡第二季付出辛苦的工作人员，也感谢所有为香蕉打卡在百忙之中挥洒出汗水的我们的艺人朋友们，很开心在2017年继续把香蕉打卡带给了大家。转眼第二季在非常艰难和依依不舍中跟大家说再见了。本节目是由不运动会死的香蕉打卡 APP 冠名播出，感谢安德玛、香蕉人健身工厂、vivo 手机的大力支持哟。干杯！干杯！这个是他的寝室，这是海涛的房，这是我的寝室。
这是拍错了吗？我记得好像睡觉都是用佛香来的，但是他经常光着来，为什么光着来？这就错了，因为他怕热。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落阳。哎，结束了。哎呀，哎，老胳膊老腿啊，一动就疼。风车在四季轮回的歌里，它天天的流转。风花雪月的时也不是旧日熟悉的你，有着依然的笑容。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小雨，你还没到啊？快到了。你现在去哪儿啊？香蕉打卡第三集。什么？还有第三季？